六百。六百多都要多，我看你个人在捏个呢。你不懂那多也不懂，放哎。哦，你看六百多都要多。嗯。胳膊姐妹，哦，六刀，六刀，胳膊姐妹很难弄哎。你哥在屋企。耶！我在打乱。来，要不？阿妹，快点给了，快点给了。快点叫姑妹，你来再快点，都搞不起呢。哎，哥，我哥来，小姨子来动手啊。哦，我弄过来的。叫他把这衣服都叫了哈，阿妹吧。这个对了，找他去看，我都去。哎，这你找嘛？这熬个肉呢，不带肉的肉呢？啊，是肉的肉吗？那个啥，什么东西？乱乱乱乱！哦，不对，人家怎么捏过？我讲乱乱呢。这叫你学，你真是好寂寞啊！他可变得胖了，两斤就胖。哎，不是谈论的。那个谈论家，做谈论嘛。哎呀，那。对，咱俩去木兰亭走。不能不能。哦，那个。聊聊。我这我慢了哈，来，我这，第我还想还不慢，这个也慢。哎，咱们去放人去了。哦，哎，这女的，我来了呢。我上三楼去找超考去，你说是小姑娘？对，咱们去放人去了。我把这乱，把三斤多啊。啊，我给你包一下，叫你包个你们过来。你看到，我包个你们过三楼看看。这宝贝被啷个叫了？结果我盯着大家。只要你老年拖车家去整容了，一千年老年拖，我的奶奶一千年老年拖，我在接客。你要二天封印了，我都九十二，这边都对着那个人闭嘴了，对着那。哦，没有。我三楼，我在三楼。你都脱了，我讲么？我跟他们说，你还讲那么贱呢？哈哈但就是只有那家吃叫肉狗了，都你要是搞点一样是吧？不，都光干的嘛，光。呀，那那啥子可能都起来好啊？嗯，这就是肉狗的肉呢。你要干那他那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讲的，你讲的几好，都是那。干干啥痛呢？干啥痛？你跳几个啊？嗯，哈哈，太难搞了。啊，我去接个龙啊！你好，对，我准备这个尿布去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叫好重点。哈哈，你可到了。快点，到这有虾。嗯，到这有虾了，明天我带肉片去，你都馋。哇，这就牛的呢！好弄东西，说赶紧去带。啊，你买哟，这要背。哇，这就牛的呢，这里头好弄东西，赶紧带哟，就不能包了。牛买哟。哎，哇，这么多人呐！都我这个天都是很冷了了。你买？嗯，要背。背过几斤菜？这大哥，你得说，快点要背。